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26集。今天的话呢，给大家分享的这一套合体玩具呢，是也是一位变形金刚的 UP 啊，叫做大斌，他在几年以前呢赠送给我的。那这两天的话呢，把它特别翻出来呢，做一个整理，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大家做个分享。它的这个全名叫什么 Power Core 什么 Combine 什么什么，简称就是 PCC 能量合体系列。这个系列在台湾呢，曾经也是有非常容易买得到的，而且它的包装还有中文化啊，非常非常，一到可能有7、8年甚至更久之前的一个时候呢，就大概跟变形金刚第三集上映的玩具差不多，在那个时候都是很容易买得到的。那当时的话呢，我并没有特别去做一个研究啊，那么这一次的话呢，有幸呢做一个把玩，非常非常的有趣啊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它有几个单体成员，通通都是军武的一个造型啊。这是一台带着导弹的吉普车，上面这是可以动的。然后这一台的话呢，是类似看起来有点像是野猪啊，前面这两个像獠牙一样的一个装甲车，有履带。然后下方的话呢，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轮胎的啊，所以它也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可动性的。再来的话呢，这是一个导弹车啊，这感觉有点松啊，这是变形的时候呢会用得到的。那它其他的情况下呢就没有可动啊，这台也是有一个滚动性的，然后这一台感觉像是气垫船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气垫船？然后又有履带，还是说它根本就是一个装甲车？OK，反正上面这个也是可以动的。那这几个四个小家伙呢，都是不能够变成机器人的，它就是只有载具跟合体的状态。然后中间这台装甲车的话呢，它也有个可动啊，但是也有个滚动性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变形好像。我总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歪歪的啊，我调整了半天，一直调整不好。然后呢，大兵赠送给我的时候呢，他有做了一些关节的补强。就我若干年之后呢，我拿出来玩，发现它紧到一个不要不要的啊，就果然都长蜘蛛丝了啊。然后它的一个炮台是可以转动的。那我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它上一些细油，做一些简单的处理。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载具吧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像是人可以在里头的一个驾驶的一个位置。那当然，这几个家伙的这个比例来讲，应该是不太正确的，吉普车应该要小一点。那我们再示范一下这个家伙，它是唯一呢可以变成这个机器人的，就只有它了啊。那这个打开之后的话呢，两腿的话呢也做个简单的打开，那把这个裙甲的话往上翻，这个脚的话呢翻个180度。再来呢，把这个脚掌给翻出来。那么另外一侧的这个翻这里啊，就有一点难度啊，这个要非常的紧到一个不可理喻的一个态度。那这里的话是松的啊，比较可惜。那这个手掌就直接往下打开，把它给放下来。各位看到里头啊，还有闪亮亮的细油，或叫做硅油。那没有上硅油之前的话呢，它因为有用一个。快杆做一个补强，所以根本就转不太动，转的时候非常大，包括这里也是，都是非常的紧，球关它都补强的太紧了，根本就转不动。那我细油一下去之后呢，它立刻就，就被我融化了啊，就只能这么说了啊。那上方这个炮台的话呢，就是翻转个180度，到这边，这是它的一个载具的一个，不对，机器人的一个形态，那应该是没错吧？这样翻就对对，它只能这样子的。那这个炮台的话呢，你如果愿意，你可以把它往前面做一个发射。以人物的话呢，它的一个，我先讲啊，这个真的是汽油一上车，它整个变松了，不然本来不会这样子的。拳头有，但是不能转。腰身啊什么可动还是有，然后二头肌也可以转动。看这个二头肌，不对，外白内收也是非常的紧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将因为毕竟是一个，二算严应该严格来说，它也算是一个二手了啊。那么前一款的主人呢，可能会对它做一些不可描述的处理。那我们作为一个接盘侠呢，也只能盖瓜承受啊。不，话不是这么说啊，这老玩具有时候也不晓得是什么状况。后面这个部分啊，如果你不把它翻下来是收进去，但是你不把它翻下来，它的脚掌你可以看到，这脚掌是非常不科学，它非常的前面，非常容易往后倒，所以我会习惯的把它两个部件呢也往后翻，啊，让它能够做一个正常的一个站立。其实以机器人的姿态来说，它非常的帅，而且我觉得它的面雕是非常好看的。各位看一下，应该是人脸，然后头上还有一个类似于是护目镜，红色的眼睛，狂派标志，有一点武士的感觉，还是非常之不赖的。它的体型大概跟就是跟一个官方的一个指挥官机的玩具差不多，非常的接近。
那它的一个卖点的话呢，当然都不是这个部分，它的卖点主要还是在它的合体了啊。那我们就把这个合体的部分呢，都给翻下来，这也是一样啊，把它给往这个地方都把它给推出来啊。这个的话呢，这个节目录完之后啊，我再给它重新用我的补强方式把它给补强一下好了。那它的一个变形的时候呢，是先把这个头啊从这个地方。从这个地方把它翻出来，翻出来，好，然后旋转180度。你看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我以为是钢铁人，初代的钢铁人那种感觉。然后把它旋转180度到这，再来的话呢，是把这个头往这里折90度。那我折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紧啦，我也不晓得，是有做过什么处理。那我也是上了细油之后啊。它的一个关节的话，才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好处。那这个手的话，就旋转一下。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？把这个绿色的凸啊，扣到这个里头去。就这样，你就记得把它扣上就行了。到这，那这里也是一样，就转一个方向，转上来，把它扣上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部分的话，把它给推出来。那么脚的话呢，这个地方你要记得，我们再次把它翻转180度。哎，不对，哎，我想一下。应该是，我记，哦，不对，哦，是这样子的，不用翻180度，它是往侧边推出去一点之后，再往下翻下来。如果你有玩过那个 Combiner War 的一个玩具的话，你就会知道，这种变成一个歪八字的，这里非常的紧，歪八字的一个感觉，这样子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把这个金属色把它推到朝前，然后上半身这个地方是往前面推到底啊，它稍微会卡住一下。好，那么呢，这个本体的部分呢，就算是调整完成。再来，我觉得它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一个合体。以我这么懒惰的人来说呢，它的这个合体可以说是算是非常的简单啊，就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插下去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脚会自动变形，看到没有？它的这个部件会自动的去弹射出来，这也是它会让我喜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。那么另外一边的脚，我记得是这个啊，把它给扣下去。推不到啊！按下去啊！OK，各位刚刚有看到了，它的这个部件什么的会自动去翻折出来。当然了，你不要太指望说它的一个合体之后会很好看了，其实不要想太多了啊。那这个手的话呢，就从这个地方按下去，它一样，这样自动会伸出来。然后这里的变化最大的是这个家伙啊，这个叫扣下去，你看，它整个所有的部件都会显现出来。那它的一个大合体的之后的一个形态呢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只能说这一套呢，难怪当年卖的不是很好，因为它的，你说它帅气嘛，也是有点帅了啊。但是，总和来说还是一个，等一下，把这个镜头呢调整一下，好了。这个是它的一个站立之后的形态，可动度的话呢，就也不要太指望，四肢转动还是可以，至少还是有 G1 的一个变形。然后这边这个脚的话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扣得不太紧啊，这个只有这个扣不太紧，其他的几个地方还可以。好，然后这个膝盖啊什么也是有一个转动的一个角度，但是这个就很容易去掉下来。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。PCC 能量系列的话呢，还有很多的一个组合，也有所谓的一个恐龙的一个小队。那当然，它的设定来说呢，并不是修罗王。那如同各位所看到，这个应该也不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军事合体啊，这个太空梭什么的，其他的这个部件，其实合体来是不太一样的。最帅的呢，还是它这个头雕了啊。那背后也给各位看一下，很难得啊，没什么头胶，对不对？那就它的一个时代背景，就是一个比较过去时代的一个玩具啊。这里是要卡进去的，就是有个卡扣，记得把它卡进去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，就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吧啊，也算是回馈一下这位变形金刚同好大斌呢，赠送给我这么多年了啊，这么久才给你上节目。那这一集就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